这真的是我们开业以来最大的打击耶！这不是我们家的妍霏，你家妍霏很厉害的。小猪猪，这时间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想看你好不好而已。哦，好舒服哦！专业发型师弟弟真好，你先回家吧。那我等你。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回家。哇，先生，你到底几岁啊？怎么会有这么老派的？ 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《恋爱是科学》贝朵娜粉钻评。